我叫杨真真，我特别喜欢唱歌。一年前和我一起选秀的那个人，如今已经成为闪亮的星星，而我还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我们决定让你做郑伯旭的私人助理。杨真真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你永远都没有资格批评我、指责我，明白吗？有你什么事儿吗？你插什么嘴？我怎么每次都……你干嘛老欺负人小姑娘？可以啊，还打我！哎呦，你为什么会喜欢于子睿而不喜欢我啊？是不是觉得全世界人都喜欢你？真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招人厌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！你慢点行不行？是不是遇到了你？我不是男的，是你。难不成你也喜欢郑伯旭？没有。这个脸怎么这么多的疑狐啊？你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，话那么多？真。喜欢一个人呢，就想要为他做很多的事情，更想成为他眼里的那颗星星。喂，喂，这不会有人工呼吸吧，大哥？趁机亲我。